汪思思同汪圆圆今日姊妹档行 show， 汪思思老公甄子丹近日成立咗名为 Superhero 嘅电影公司。现实中你想老公系边个 Superhero 啊？我要佢就 Hulk 绿色嗰、那个，有大只，我觉得几特别啊，好多肌肉，又好 rough。汪思思话已经八年冇行 show 啦。琴日夜晚我仲喺度问佢攞 tips 点样，我哋要点样做？系啊，家姐好紧张啊呢几日，我肥咗啦，肥咗啦，咩要减肥啊咩？汪思思话甄子丹都好紧张去行 show 啊。佢今日佢知道我行 show 咧，佢原本都想嚟支持，但佢拍紧戏咯。咁啊，佢都为我好紧张咯。佢今日着啲咩啊？有冇打底啊？有冇咩？咁会唔会想再行 show 咧？